累呀、伟霆啊，上次喊你蹦迪你信号不好、这回啥情况啊你？这次必须没问题，时间你定吧。那行啊，那就一起去跨年呗。没问题，我还带一个。心里的火气好细声。我想要带你回忆，在那深夜酒吧，打滚他是真是假，请你真情要吧，忘记从前的他，你是最美人家，你知道吗？伟霆啊，上次喊你蹦迪你信号不好，我身材摆动这回啥情况啊你啊？这次必须没问题，时间你定吧。那行啊，那就一起去跨年呗。没问题，我还带一个美女一起去啊。来。啊。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打滚。你谂玩公司？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爱的时代，前面哪里来的大金盖，拿去往里卖，如此动感的节拍，非得跟门口耍帅，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，大背头 BB 机，舞池里的007，东北出火热的乌龙国，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画个龙，左边右边摇摇头，两个食指就像两个钻天猴，只剩闪耀的灯球。像梁朝伟发型帅到爆，快点来个全家福，各种角度照一照，隔着放舞蹈跳，假装啥也不知道，没有帅没有帅，我对着天空笑一笑，使劲塞吧塞吧，给孩子们准备的红包，其实再次完全没有卡，哎呦我去，来全场一起跟我低下头，左手右手往前游，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轴，好像有事在发愁。伟霆，你说的美女到底是哪位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开头要攞住朵花。